康讯娱乐一线报道作者薛许。8月10日，证监会例会披露了对高勇操纵市场案的处罚情况。该案罚没金高达 17.9 亿元。这则行业动态瞬间引爆了大众舆论，原因在于黄晓明及其母亲张素霞都被卷入其中。据证监会的公开披露材料，2015年1月到7月期间，高勇以20亿资金违法操纵金华制药股价，违法获利 8.97 亿元。证监会最终裁定没收违法所得 8.97 亿元，并罚款 8.97 亿元，合计金额达到18亿。根据后续媒体调查，该案涉及的14个委托交易账户，其中之一为黄晓明的个人账户。黄晓明账户开立后，由其母亲张素霞管理使用，并经过护城河投资另一个合伙人陆雷委托高勇代为管理。鉴于有媒体在报道中称黄晓明的账户属于出借账户，一位了解情况的知情人向娱乐一线反馈信息称，黄晓明的账户属于委托账户，而非报道中提到的出借账户。一位从事 A 股交易的业内人士向娱乐一线指出，从证监会公布的对高勇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也能看出，证监会在公布信息时也提到黄晓明母亲张素霞将黄晓明证券账户部分委托高勇管理，因此黄晓明和高勇之间应该是委托管理证券账户的关系。而有一位接近该案的机构人士曾向媒体确认，证监会不会对黄晓明和张素霞追责，此类案件中的追责主要针对违法主体及交易的实际做出者，而违法被使用的账户的名义持有者通常并不承担责任。该案中的责任人也明确为高勇 CN 的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